是这个吗？可根据木牌指示是这个木牌是吧？对，来了，良辰美景暖阳照代表什么？黄果，黄果酸甜三日香。来，黄果，橙子呀，不就是橙子吗？ 春藤上架朱四玉，紫缎入口。哎，第二个是紫的，紫。餐饮白露清华鲜，青果。这是青果对吧？夏日夏日椰，夏日椰是第四个。最后是百香两满意，凤来仪。来吧，开。 顺序不对，黄果酸甜，黄果是什么东西啊？橙子呀。青果。青果也只有。青果这个紫的是这个肯定没错。嗯，椰子。夏日椰林，椰林肯定是这个，对啊，这肯定没错。椰子肯定没错。 难题，碰见难题怎么办？对的，是对的，凤梨、百香果、凤梨，然后椰子嘛，椰子，然后青果。青果是不是苹果不对？是不是苹果不对？因为这两个是肯定对，这两个也肯定对，就这一个了，就这一个了。哦，你这个分析还是挺棒的，这两个肯定对，这两个一共五个，然后中间这肯定不对，这是人类奇迹。青果就是青苹果。你看我青果怎么不对？还有哪个是青果？ 那怎么说？每个都对了，那就是顺序不对了。咱们不是按照这个顺序吗？照着牌顺序，都试过了，都不行。黄果酸甜三日香，有数字。哦，橙子是三。 这题就是耳机线它绕你。春藤上架，朱四玉。第二句里有哪有数字啊？朱四玉四。这个谐音谐到这个程度吗？这就是。春藤上架，朱四玉。玩这个了。出，金果出城。 出是一，牛，金钱双搭琼浆，双二，双二，那这个也是不动了，就肯定在这了。对对对对，对了。